我这里发现一颗非常漂亮的宝贝啊，野扇花。野呢是野生的野，扇是扇子的扇，开花的花。我们这里呢又叫它野樱桃啊，野樱桃。它挂的果子啊是红色的果子，看一下。首先我们认识它的果子吧，这个果子呢，这个果子啊，现在是红色的啊，红色的果子，非常的漂亮，非常像樱桃，所以我们这里呢都叫它野樱桃啊。但是这个果子还是红色的呢，然后这上面就已经又开花了啊，又开花了，这一丛非常漂亮啊。我现在呢尝尝这个果子好不好吃啊。有点甜，但是也有点苦，苦是辛苦的苦啊。然后呢，它属于是那个黄杨科啊，黄杨属、黄杨科、野扇属啊，黄杨科、野扇属。这个叶子啊是硬的，是隔叶啊，这个硬子是叶硬的隔叶。这个桩形呢，在这下面啊，看得到这个桩形的。这个桩形呢，是一个大的丛林。大的丛林一丛，看一下观果、观花、观果都漂亮，看，非常漂亮吧？这样的果子栽在家里面，这个果子是不是非常漂亮？太漂亮了！有需要的朋友啊，有喜欢做盆栽的朋友，记得跟琪琪吱一声，用它做盆栽，绝对的洋气，而且非常上档次。整个家庭都上档次啊。本期视频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